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呢，是针对我们子宫问题设计的一套姿势。那么子宫的一些问题呢，最主要的病因呢，也是由于你荷尔蒙分泌的失调以及血液循环的不畅，再有一个呢，就是你骨盆位置的不正确造成的。那么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些姿势呢，就是帮助你改善这些问题的。来，我们首先从蝗虫的姿势开始，大家慢慢向前，把身体完全趴平。我们先做比较简单的，两个手弯曲向前，把额头放在你的手背上。好，慢慢吸气，抬起右腿，左脚压住右腿的膝盖，保持单腿上举，停留3到6次呼吸。尽量向上举高你的腿呢，不仅可以放松由于长期行走和站立引起的下肢的肿胀，更好的一点呢，是可以使更多的血液流向你的腰部生殖区域。好，慢慢落下来，再交换反方向，吸气把腿抬起来，吐气另一侧腿把它往上压，保持呼吸3到6次。好，我们一起逐渐的放下来，休息一下，两腿适度的分开，把后背放平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做一下双腿抬起的蝗虫，可以用下巴挨着地板或者放在手背上，你喜欢把手向两边伸直也可以。吸气向上抬起双腿，保持3到6次呼吸。用额头贴地呢，你的颈部会感觉更舒服一些。好，慢慢落下来，手臂向前放一放，让腰背臀部完全的放松。好，一起再做一次，双手放在两侧，可以轻微的推地啊。好，吸气把腿抬起来，臀部收紧，腰背都收紧。好了，我们落下来，手往前放，休息后背、腰及臀部。好，接下来的一个练习呢，可能强度会稍微大一点，我们将做两头翘起的蝗虫，大家准备好，脚背贴地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在背后手拉手，慢慢吸气，先把你的上半身抬起，好，吐气把腿抬起来，保持这个角度呼吸3到6次，如果你坚持不了那么久，也可以短一点时间，尽量放松，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时间和强度。好，慢慢落下去，吸，向前趴，吐气，双手放到额头下边去。好，一起再来做第二次，手拉手在背后，吸气把肩拉开，胸提起来，吐气把腿推起来，保持呼吸3、2、1。好，放松了，向前趴。
家呢，可以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调整你，让自己更放松休息，或者呢进行下面的练习都是可以的。这个休息的时间呢，你自己可以控制，可以掌握。好，如果你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疲劳的感觉，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姿势的练习。来，我们一起准备引颈蛇的姿势。这个姿势也是调整你腰椎以及骨盆角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好，双手放在肩膀的下边，五指并拢，掌心完全按住地板。好，去想象你的脊柱就像一排平铺在地下的长长的珠链。我们首先从第一颗你的额头开始向上抬起，一颗接一颗的珠子，直到这一排珠链完全的竖直在地面上。头视线往上看，手臂适度的推直。如果你不喜欢向上抬头，可以像我这样向前平视。对，保持髋关节的下沉，这样呢对改变有一点变形的骨盆呢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并且呢可以刺激你的肾脏，按摩到你的肾脏以及呢你的腹部。好，保持适度的呼吸，慢慢吸气，我们再让这个长长的珠链一节一节的还原到地下，要有控制的落。好，放松额头贴地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你可以用一侧的耳朵贴地。好的，一起再做一次。抬头吸气，逐渐逐渐向上，你的视线要带领你的身体向上走。如果你已经习惯的话，那么抬头好了。肘关节不要完全伸直，稍微向回去一点，不要向外裂，往肋骨的方向弯曲一些。好了，落地。放松。好了，双手扶地，我们把身体逐渐的推起来。好，接下来的姿势呢，我们将要仰卧，这也是呢这一次女性调理的练习当中的最后一个姿势。我们将要做的姿势是桥。好了，两位老师，我们一起桥的姿势呢，需要躺下来。那这个桥呢，有复杂的做法，也有简单的做法。那么陈雪老师和小鹿老师呢，做比较简单的做法，你们的双手扶住腰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做稍微复杂一点的做法。如果你的腰部柔韧性还是不错的，那你就像我这样，用手抓住你的脚跟或者脚踝，慢慢吐气，把身体往上推，肘关节往里夹，让大腿尽量向上伸展，臀部往上推。哎，两个脚要均匀的受力，不要把重量压在一侧上。对，下巴压住锁骨，高高的向上推起你的胸部，把腹部的区域呢完全的打开。对，你的血液循环自然就会通畅了。好，慢慢落地，让脊柱一节一节的回去，肩膀打开。好，这个姿势根据你的需要呢，可以重复若干次。好了，把两腿打开，手臂向两边，肩膀放松，头摆正，调整你的呼吸，我们一起来放松休息，给自己找到一个宽松舒畅的环境呢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需求。瑜伽就是这样一个能帮助你找到安静祥和以及舒畅的最好的途径。也许你开始练习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是呢只要你坚持，这种困难的感觉呢很快就会转化为一种享受。好，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舒缓的音乐上，放松你自己的身体还
还有你自己的心情。今天的女性调理瑜伽呢，就给你介绍了这么多动作，希望您能够持续练习，它一定会对您的生理健康呢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。谢谢你。肘关节不要完全伸直，稍微向回去一点，不要向外裂，往肋骨的方向弯曲一些。好了，落地。放松，好了，双手扶地，我们把身体逐渐的推起来。好，接下来的姿势呢，我们将要仰卧，这也是呢这一次女性调理的练习当中的最后一个姿势。我们将要做的姿势是桥。好了，两位老师，我们一起桥的姿势呢，需要躺下来。那这个桥呢，有复杂的做法，也有简单的做法。那么陈雪老师和小鹿老师呢，做比较简单的做法，你们的双手扶住腰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做稍微复杂一点的做法。如果你的腰部柔韧性还是不错的，那你就像我这样，用手抓住你的脚跟或者脚踝，慢慢吐气，把身体往上推，肘关节往里夹。让大腿尽量向上伸展，臀部往上推，哎，两个脚要均匀的受力，不要把重量压在一侧上。对，下巴压住锁骨，高高的向上推起你的胸部，把腹部的区域呢完全的打开，对，你的血液循环自然就会通畅了。好，慢慢落地，让脊柱一节一节的回去，肩膀打。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呢，是针对我们子宫问题设计的一套姿势。那么子宫的一些问题呢，最主要的病因呢，也是由于你荷尔蒙分泌的失调以及血液循环的不畅，再有一个呢，就是你骨盆位置的不正确造成的。那么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些姿势呢，就是帮助你改善这些问题的。来，我们首先从蝗虫的姿势开始，大家慢慢向前，把身体完全趴平。我们先做比较简单的，两个手弯曲向前，把额头放在你的手背上。好，慢慢吸气，抬起右腿，左脚压住右腿的膝盖，保持单腿上举，停留3到6次呼吸。尽量向上举高你的腿呢，不仅可以放松由于长期行走和站立引起的下肢的肿胀，更好的一点呢，是可以使更多的血液流向你的腰部生殖区域。好，慢慢落下来，再交换反方向。吸气，把腿抬起来，吐气，另一侧腿把它往上压，保持呼吸3到6次。我们一起逐渐的放下来，休息一下，两腿适度的分开，把后背放平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做一下双腿抬起的蝗虫，可以用下巴挨着地板，或者放在手背上。你喜欢把手向两边伸直也可以，
吸气，向上抬起双腿，保持3到6次呼吸。用额头贴地呢，你的颈部会感觉更舒服一些。好，慢慢落下来，手臂向前放一放，让腰、背、臀部完全的放松。好，一起再做一次，双手放在两侧，可以轻微的推地啊。好，吸气，把腿抬起来，臀部收紧，腰背都收紧。好啦，我们落下来，手往前放，休息后背、腰及臀部。好，接下来的一个练习呢，可能强度，这个姿势也是调整你腰椎以及骨盆角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好，双手放在肩膀的下边，五指并拢，掌心完全按住地板。好，去想象你的脊柱就像一排平铺在地下的长长的珠链。我们首先从第一颗你的额头开始向上抬起，一颗接一颗的珠子，直到这一排珠链完全的竖直在地面上。头视线往上看，手臂适度的推直。如果你不喜欢向上抬头，可以像我这样向前平视。对，保持髋关节的下沉，这样呢对改变有一点变形的骨盆呢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并且呢可以刺激你的肾脏，按摩到你的肾脏以及呢你的腹部。好，保持适度的呼吸，慢慢吸气，我们再让这个长长的珠链一节一节的还原到地下，要有控制的落。好，放松，额头贴地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你可以用一侧的耳朵贴地。好的，一起再做一次。抬头吸气，逐渐逐渐向上，你的视线要带领你的身体向上走。如果你已经习惯的话，那么抬头好了。不会稍微大一点，我们将做两头翘起的蝗虫，大家准备好，脚背贴地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在背后手拉手，慢慢吸气，先把你的上半身抬起来。好，吐气，把腿抬起来，保持这个角度呼吸3到6次。如果你坚持不了那么久，也可以短一点时间。好，尽量放松，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时间和强度。好，慢慢落下去，吸，向前趴，吐气，双手放到额头下边去。好，一起再来做第二次。手拉手在背后，吸气，把肩拉开，胸提起来，吐气，把腿推起来，保持呼吸，3、2、1。好，放松了，向前趴。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调整，你让自己更放松休息，或者呢进行下面的练习都是可以的。这个休息的时间呢你自己可以控制，可以掌握。好，如果你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疲劳的感觉，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姿势的练习。来，我们一起准备眼镜蛇的姿势。